我咁睇下呢一條啦，咁咧就係佢話呢一個咧係 diameter，咁所以咧呢只角係90度啦，咁90梗係減翻47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咧呢一隻咧其實就係43度嚟嘅。啊，然後啦，只63度未用，我點樣用法啊？佢係由呢條 R 度出嚟噶嘛，呢條 R 對住呢只角，所以呢只角咧都係63度。最尾用翻 angle sum of triangle 啦，180減63。减43，所以咧就出到74度啊，答案系 C 啦。